这九思的婚事定下来哟，我这心里啊，就踏实了。顾朗华，你个糟老头子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逍遥。小兔崽子，你好几天不回家，回来就说这种混账话。 我要成亲是怎么回事？柳大姑娘又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你们背着我搞什么幺蛾子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还真和梁王使者回东都不成啊？再说了，那柳姑娘不是你喜欢的吗？谁喜欢柳玉茹啊？我不喜欢你，不喜欢你，大庭广众之下说非她不娶。哎呦，我这那是句玩笑话。 婚姻大事能开玩笑吗？哎，是你们擅自给我订婚的，反正我不娶柳玉茹，我要退婚。小兔崽子，聘礼已下，婚事已定，明天接亲的花轿就到柳家接人。你这时候退婚，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？可让她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，那是毁她一辈子呀！站住！这个柳玉茹吧，相看两厌，他瞧不上我，我也看不上他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这种假惺惺的人。况且，人家已经有心上人了。我们两个要是成亲，谁都不好受。哎，我知道，你们这么着急是为了给我挡灾。可要是因为我拆散别人姻缘，这不好吧？ 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要我说那就退婚算了。你说的轻巧，且不说梁王那边怎么办，这件事儿已经三媒六聘，官府已经过了名目了，那是你说退就能退的？那您说怎么办？家主，家主，梁王使者来了，夫人请您去正厅商议要事。 行行行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小兔崽子，我造的什么孽？我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，干什么呀？一惊一乍的，老头儿。